注意看，女人在铺床的时候出现了诡异的一幕。I'm coming。旁边的小儿子虽然看到了这一幕，但他年龄太小，还不懂什么叫害怕。女人把他抱起来准备走，一回头居然看到卧室墙上有一大片污渍，他搬来一个凳子开始清理那片污渍。小儿子在身后坐着，他擦拭的过程中回头看儿子，发现儿子正在盯着天花板发笑。循着儿子目光看上去，天花板上什么东西也没有。小孩子乱看，他也没有多想，接着把污渍给擦拭干净。昨天他们一家四口才搬到这里，夫妻俩厌倦了大都市的生活，查到这个农场的价格低到离谱，他们就买了下来。女儿贝拉正值青春期，恬静的农场或许还能减轻她的叛逆。这天夜里一切都还很正常，父亲大壮还安慰女儿贝拉以后农场的生活会非常精彩。第二天一早他就开始收拾农场，妻子阿莲在卧室收拾床铺，这时候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而阿莲不知道的是，墙上那片污渍里藏着一桩惨案。十年前的这栋房子里，一个女人害怕的把儿子藏在床底下，而冲进来的凶手当着孩子的面将女人一把摔在墙上，那片污渍其实就是女人的血渍。男孩从床底下钻出来逃跑，正好撞上了跑上来的姐姐。姐姐本来还想救母亲，但看到凶手的影子正往外走，她赶紧拉着弟弟下楼逃跑。而最后躲到橱柜里的男孩也没能逃脱被杀的命运，凶手很快就找到了他，可怜的男孩就这样也惨遭毒手。时间回到现在，阿莲搬来的第三天早上，他刚从美梦中醒来，好心情就被卧室对面的墙一扫而光。昨天那片已经清理干净的污渍居然再次出现在了墙上，他下楼拿清洁剂准备把卧室的污渍再清洗一次。女儿被拉过来拿车钥匙，她要陪父亲去镇上买种子。来到镇上的超市里，大壮开始挑选需要的东西，贝拉被旁边墙上贴的简报吸引，她大致看了一眼，都是本地发生过的大事件，其中一张关系到她后面的生死，只是当时她没有注意，感觉超市太无聊。贝拉和父亲打招呼要出去转转，大壮叮嘱她不要走远。超市旁边的球场上，贝拉结识了本地少年小阮，两个人聊了一会儿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没办法，长得美的人交朋友就是这么快。家里面阿莲正在收拾厨房，小儿子狗剩在自己吃饭，忽然勺子上的倒影吸引了他，他看到后面房顶上有个东西在爬。狗剩扭头看向后面，刚开始什么也没看到。这次狗剩看到一个东西在房顶攀爬，他感觉很好玩，就跟着往里面走去。那东西在房顶诡异地挪动着，吸引着狗剩往前面走。而阿莲还在洗涮餐具，根本没注意到儿子离开了餐桌。那东西爬到最里面，一转弯消失在了一扇门后。狗剩看着他消失的地方，才注意到这是地下室的门。门前的地上还有一些他不能理解的划痕。这时候门锁自己转了起来，锁眼里能看到门后似乎有什么东西。狗剩呆呆地看着里面，正在刷碗的阿莲无意间回头，这才发现餐桌旁的儿子不见了。就在狗剩伸手准备开门的时候，阿莲走过来把他抱了起来。狗剩这时候还不会说话，阿莲充满爱意地教育他不要乱跑。父女俩买好种子回到家，阿莲正好又在清理墙上那片污渍，女儿问母亲要不要帮忙，阿莲就吩咐他把几箱杂物搬到地下室。贝拉搬着箱子去开地下室的门，却发现怎么都拧不开。老房子门有些问题也很正常，贝拉没有往别处想，打开地下室的灯开始搬东西。破旧的地下室堆满了杂物，贝拉放好箱子后，在地板的缝隙里发现一条链子，拿起来看是一只怀表，但这怀表不管他怎么用力都打不开。这时候正在外面搬种子的大壮震惊地看到自己车上落满了乌鸦，这些乌鸦像是收到某种指令一样对大壮开始疯狂的攻击，旁边传来几声枪响声，驱散。大壮这才看到自己农场里来了一个人，这人自我介绍叫禽兽，靠打零工云游四海，今天只是恰好路过这里。房子里的母女俩听到枪声也跑了出来，得知事情的经过后，阿莲邀请他吃饭以示感谢。农场里正好需要工人，大壮就把他留了下来。贝拉还在想办法开那个怀表，
怀表也依然纹丝不动，旁边母亲让他帮忙端饭才打断了他。农场里多了一个帮手，现在是两个男人共同劳作，那些种子很快就长了起来，这些向日葵在阳光下铺满了整个农场。而远处出现的乌鸦似乎象征着潜伏于暗处的邪恶。这天大壮的手在工作中受了伤，阿莲要带着他去镇上缝合，贝拉留下来照顾小弟弟。父母走后，他转身准备回屋的时候，看到房子上落满了乌鸦，贝拉以为他们是想偷吃庄稼，就没有多想。傍晚他开始给弟弟做饭吃，弟弟狗剩自己坐在桌子上玩果冻。这时候家里的灯闪了几下，起初贝拉没有在意，忽然楼上传来一声巨响，食物洒了一地，紧接着传来有人在楼上跑动的声音，他以为是有人闯到了家里。似乎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在进行破坏，家里的一切瞬间被砸了个稀巴烂。慌乱中，贝拉护着弟弟缩到了墙角，开始拨打报警电话。这时玩具车自己动了起来，狗剩被玩具吸引站起来去追赶。贝拉给警方说完地址，才发现身边弟弟不见了。那个玩具车引着狗剩又朝地下室走去，本来锁死的门自己也在慢慢的打开。贝拉跑过来找弟弟，然后在地下室门口看见了玩具车，但旁边并没有看到弟弟的人。他弯腰想把玩具捡起来，那小车忽然又动了起来，自己滚下了地下室的楼梯。就在这时候，弟弟狗剩却从后面走了出来。求生欲让贝拉爆发出巨大的力量，他拼尽全力挣脱出来，然后抱着弟弟逃到了房子外面。禽兽闻声赶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惊魂未定的贝拉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震惊地发现房子里整洁如初，完全没有打砸的痕迹。不一会儿，警方和父母都赶了过来，警方仔细检查了全屋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。不管女儿如何发誓没有说谎，但夫妻俩都认为女儿是在捣乱，并且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。第二天她向禽兽求证昨晚的事，禽兽也再次确定她昨晚没有看到任何异常。她感觉是贝拉晚上一个人害怕，以后有任何需求可以找她。不甘心的贝拉到镇上找到小阮，向他打听自家房子有没有闹鬼的传闻，没想到还真的问到一些。小阮和朋友小时候去那个荒废的房子里玩，有几个小孩钻进地下室后尖叫着跑了出来，说是有东西在追他们，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去那里玩过。贝拉回到家再次来到地下室，准备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他在地下室转了一圈也没发现什么异常，但当他转身准备走的时候，脚下的木地板忽然变成了泥泞的沼泽。他发现不对后想逃跑，从污泥中伸出一只手拽住了他的腿，同时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陌生的女孩同样在这里被人拽了下去。这强大的力量把贝拉从楼梯上拉开，倒向了身后那片沼泽。当他背部着地的一瞬间，沼泽又变回了地板，周围的一切也都恢复了原样。阳光下的葵花农场温暖又平静，刚地下室发生的一切显得那么的不真实，父母肯定还是不会相信的。他再次找到禽兽诉说刚发生的事，禽兽确实没有质疑他，只是耐心地安慰他说，人在青春期的时候大脑都是一团江湖，总会做出无法控制的行为，看到无法理解的现象。他劝贝拉以后干脆离地下室远一点，但贝拉很快就发现一切都是徒劳的。这天无聊的他走到了谷仓里，刚进去身后的木门就自己关上了，他转身去拉却怎么也打不开。贝拉明白这是那东西又来找他，既然出不去，他干脆壮着胆子朝着四周空气问到底想干嘛。仓库的角落里发出一阵声音，贝拉走过去居然看见一个小孩缩在墙角。这次贝拉被送进了医院，医生责备夫妻俩不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。他检查后认为贝拉的伤势自残导致的，虽然没有危及生命，但那些抓痕也是触目惊心，希望父母回去后多多关心孩子。回家的路上再次发生了争吵，父母不理解女儿为什么一直添乱，当然更不相信谷仓里发生的事。贝拉回到卧室就生气地扯掉了脖子上的纱布，这时桌子上那块一直打不开的怀表现在却忽然自己弹开了。这种诡异的事贝拉已经麻了，他拿起怀表一看，里面女人的照片感觉有点眼熟。夫妻俩在楼下反省自己，觉得对女儿的态度非常不好。大壮上楼想找女儿谈话，才发现贝拉不知道什么时候跳窗出走了，大壮赶紧开车去追。他刚走，农场上空就聚集来大量的乌鸦，
正在干活的禽兽也注意到了这诡异的现象，乌鸦盘旋了几圈后俯冲下来，朝着禽兽扑了过去。禽兽在乌鸦的群攻下毫无还手之力，很快就被啄晕过去，倒在了地上。房子里，阿莲准备哄儿子睡觉，身后的墙上忽然开始发出声音。他回头发现，墙上那片污渍再次出现，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大。更诡异的是，污渍的纹路也在变化。这下阿莲终于相信了女儿的话。再说贝拉是跑到了镇上找小阮，原来他想起了怀表上的照片，在超市见过，在那些简报里他果然找到了女人的照片，是一篇凶杀案报道，而女人旁边的丈夫居然是禽兽。意识到父母有危险，他赶紧往家里赶。阿莲受到惊吓，正在收拾行李准备逃跑，这时禽兽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看着手上的血，脑海深处某段封存的记忆被唤醒，他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的农场。远处正在搬行李的阿莲被他看成了自己的妻子，看着妻子拿行李准备离开他，愤怒的禽兽过去一巴掌把阿莲打倒在椅子上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，禽兽就是当年惨案的凶手，他的失忆和变态应该是某种精神疾病，现在他把狗剩也看成了自己的儿子，脑子一时间恍惚起来。阿莲趁着他恍神的功夫一把将他推开，抱起儿子冲进屋里，躲到了地下室并反锁了门。禽兽跟过来疯狂砸门，暂时被阻挡在外，后面的剧情就比较简单了。赶来的小阮被禽兽偷袭，直接打晕在地。贝拉逃到地下室，找到了躲起来的母亲和弟弟。最后回家的大壮同样被禽兽偷袭，刺成了重伤。贝拉像小鸡一样被禽兽提起来摔在了地上。就在禽兽准备动手的时候，地板再次变成了那种泥泞的沼泽，里面似乎有东西在往这边游。My family is going to stick together.罪恶的禽兽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，贝拉一家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第一年的葵花籽就获得了大丰收，他们将在这里幸福地生活下去。